今天要介绍这位歌手呢，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在荧光幕上跟大家见面。他也算是一位名节目主持人，也是一位名歌星，也是一位过去呢大家对他呢非常崇拜的白马王。是早期我们当兵在一起，后来呢他出道的时候，他的形象清纯，引起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喜爱。当时红的这首歌呢，将近有十几年了。这首歌大家回忆一下音乐。杨凡这首歌红透半边天，是由刘家昌先生亲自执笔的，因此他的艺名也叫杨凡。不错，那没有多久之后又灌了第二张非常走红，芝芝动听，首首悦耳。哎呦，这首歌也红了半边天。出了第二张唱片，事业正对到最高峰，跑到哪里都是签名呐、啊，不输现在的四大天王。所以说呢，两张唱片，两首歌曲，把他推到事业的最高峰。阿石出道了十几年，灌过无数的唱片，总共红了这两首歌，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只红两首歌，还有很多首歌啊，还有哪首歌我们想不起来？除了这个《杨凡女孩》，好像《爱情列车长》。啊，爱情列车长哦，这首歌到底红不红？让现场观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好的，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位青春的偶像白马王子啊，天王中的天王杨凡，杨凡，杨凡，欢迎杨凡，爱情列车长。可靠的终点站，他们却说爱情列车已经可和满，每个人都把幸福挂在脸庞，为何独独缺我的票一张？爱情列车长几个空位难不难？只要是不念不拖慢，随你摇摇晃晃，爱情列车长几个空位难不难？只要是不误点不拖慢，哪怕站票也无妨。爱情列车长，爱情列车长，爱情列车长。果然是啊，不错。爱情列车站，爱情列车站，爱情列车站。爱情列车站，爱情列车站，爱。凡哥，我们不跳了。唱那么多遍还不累啊？这什么态度啊？这好听的歌多唱几次会死啊？不跳，那个叫 Young Man 啊！今天你不要以为是制作单位给你安排出钱的，今天六个舞蹈是我花钱的，不跳，不跳就不要领钱，赶紧落去。爱情列车站。喂，你会不会排舞啊，杨妹？你知道我的个性，
这个是什么 pose 啊 ？Ending pose 是这样子、啊。对不起，我换一下。换一下。最讨厌这种。谁叫你换在这里抱啊？我喜欢那种漂亮的、动人的，青春熬不了一种，知不知道？老师。鼓励鼓励！不好意思啊，有人歌唱较长啊，咱唱当时说。两位主持人，你唱耍的，等下出去，等下出去，我爱情你从我们给说。最少两公阿婆靠住阿哥。唱到这段。访问呐？怎么样？访问唱完了吗？就抓你。完了，你去我老辈，我那出去两拜了。你光是个歌名唱五六遍干嘛嘛？难得唱嘛。你的列车太长了，开好久。对啦，那个载甘蔗的是吧？快点啦！好了好了，现在萌萌的啦。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瓜哥。哎呀，贺哥。哎呀，那无台无机，就喊那九点戏啊。上一次节目你看拖两个小时，那爱情那样唱那么久干什么呢？这个出场一定热闹嘛。是，这位就是我们的杨凡啊。已经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这两年唔捌见面了，抱下个亲来，坐下来。啊，哎，你们两个是我最喜欢的、最崇拜的两位节目。我呀，讲真的。哎呦，谢谢。怎么接到我的歌的时候，怎么只红两首歌？就是啊，这两首之外没有别的歌。不是，那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唱歌，所以大家印象比较不那么深刻。红的歌还好多。有吗？有。有哪些？我今天这次来特别带了我一些以前的唱片，累积下来的歌声。哦，已经做回顾了。那什么回顾啊？回忆呀。我瞻仰回顾。然后歌底也要做回顾。没有了，每一张唱片的我都把我的封面呢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哦，想看吗？哎，这个很有道理，让观众不是我们吹牛，说你以前有多帅多 end 到，对，青春偶像天王，没什么变，没吗？没有什么大变啊，没有大变，看医生哦。没有啦，啊，你有什么变化？哦，没有变化，哎，要不要看一下？等 VCR 来。哎呦，杨凡，你看，哎呦 end 到呢，你哦呦，这第二张，这个也是杨凡哎，哦呦。哇，女孩，我何必 ？N 岛呢？哎呦，地久天长，爱情列车长，就是这个爱情列车哇，哇，孤独寂寞，哎呦，帅，好，跟姜文合唱的一种感觉，哎呦，哇，这个就是爱的迷惑，怎么那么像女人呢？怎么？哦，城市猎人 ，N 岛，杨凡在的 N 岛呢？哎呦，所以我。对，人家都替我证明一点，我头前讲伊青春偶像，四大天王都比不上他，天王中的天王，我没讲哎。但是人要保存一个记忆，像刘文正在最好的时候就不见了，对不对？急如勇退。你今天出来，观众会看到你现在跟以前是在联想。现在人看看，哎呦，今哎，较早呢，我跟他 Friday 今晚在美国办面。我是要来主持节目，又不是来唱歌，唱歌只是第一集来介绍一下。是没错，可是刚刚真的是我们说你红了两首，你还真的很多封面。对呀，还有一首歌《我不能不想你》啊。哦，我记得怪我听过，我听过。我年轻人大概不知道，好像你唱片里面我最爱这首歌。真的吗？我们俩最喜欢的，来，我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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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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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不想你了。什么不不？我没来，你有点水准好不好？怎么唱呢？唱给大家。上，我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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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那丢啊！不能不想你了，哇，好厉害，那么屌。是啊，这个歌也是。啊，这个有听过吗？有，你看看，摇头。那是年纪还轻，那时候还念幼稚园呢，年纪还轻，以后就听得到。是。还有啊，还有啊，还有一首歌，这个我擦白脸的有没有？哦，带35个舞裙。顺子还有模仿过吗？啊，对，那首歌叫什么？爱的烂货，爱的迷惑，爱的迷惑。哦，就是画白白那个嘛。啊，那，哇，不得了啊，那时候。哦，听说那个过年过节都不能上通告，只有中元节通告很多啊。干嘛鬼啊？我跟他过。哦，他这个你通告。
到小三十五天啊！哎，真是糟糕啊！你不要老讲我好不好？哎，其实胡瓜的歌不错。哎，我有。我当兵跟他在一起，谢谢。我们两个同时在义工队里面。哦。当时我的主修是唱歌，哎，主修。哎，在义工队我主修唱歌。我主攻舞蹈了。啊，主攻舞蹈。啊，有一次他跟我讲说，哎，要求一下能不能上电，有机会能不能唱歌？对，因为我爱唱歌嘛。爱唱。队长对我多好，因为我是队长的传令兵啊。哎，对对。队长为了慎重起见，就把这个全部的这个男生女生全部集合在一起，在一个会厅里面把乐队架起来，隆重场面。那我个人就开了演唱会了啊！开什么演唱会啊？不是，等于说你就唱的那一首歌，我还记得叫《变色长城》嘛。是一即使在有操场马庄的豪放。从那一次以后，我没有听过胡瓜也在唱过歌。在义工队三年，没有听过他唱歌。听说你在家里休息两年都有在做功课哦。有，我对综艺节目这样子每天观看。有在看吗？每天看。那这么多综艺节目，对时下现在大家常批评比烂的，又什么这个抄袭模仿啊？对对对。您个人是看吗？唾弃啊！那综艺通口碑怎么样？综艺通？我最近因为在这两年里面，我除了做生意以外，我就是跟网络结合。哎呦，网友给我很多的这个 tips。你跟网络结合干嘛？就是因为网友有时候会打上电脑上电脑。网友给我们什么批评？哇，他说全能综艺通，因为我要加入了，我知道这个节目还可以有救的地方啊。虽然，但是不，我的意思是说，我有深入了解。你今天来就是要加入新东西嘛，对不对？是。但是杨凡呢，真的凭良心讲，不管你还有没有新东西带出来呢。我觉得你准备了这么多单元，在我们全能综艺通以后，杨凡的加入一定是更有可看性。准备了将近50个单元，但是今天来了这么多观众朋友，对你歌前面真的不熟悉，不如这样，你今天带来比大家比较熟悉，像你以前早期杨婆婆啊、杨爹爹呀，哎，那很棒啊。刚刚才讲说要整个换新，怎么可以在杨婆婆？杨婆婆那么旧了，不是个杨婆婆，那很棒啊。你今晚先白痴哟，不能杨婆婆的歌。那杨婆婆的特色，可是再好也是过去式。没有，今天一定要表演，反正今天表演完，我们下次推新的嘛。观众不要这种旧节目了嘛。我知道你爱惜羽毛，但是呢，观众一直想看到您熟悉的东西。对，你不要让大家想不想看表演杨婆婆啊？大家想看嘛，对吧？你看嘛，对不对？虽然旧，但是没有拿出来表演一次而已嘛。一次做完以后，我们不要再做就好了。干嘛？不是也不能是因为这样做啊，真的很旧，真的不要了。这观众都鼓掌了，你忍心大家坐在那边？只拍一次也不代表一切啊。有啦，拍两次了，人家勉为其难拍两次。既然观众这么喜欢，我看也不要只是杨婆婆、杨弟弟起来。你这个赖货，不要脸的东西。杨婆婆、杨弟，好的东西再表演没关系嘛，就是嘛。可是这个杨婆婆、杨弟还需要两位的搭配哦。我们有这个荣幸吗？我们当然了，你的戏这么好，最近的贺小梅又这么优秀，是，三个人结合在一起，把这个完整的杨弟弟、杨婆婆做一种表演。杨婆婆、杨弟弟，那我演杨，你是杨伟伟。好啊，这个连起来，杨爸爸了，杨爸。那马上进行我们的杨婆婆跟杨弟弟。学校没听老师的话？有，我好听老师的话。你肚子饿不饿？爸爸烧碗面给你吃啊。我不饿，我最近很胖，我想减肥。哦，有没有？爸爸，我跟你讲哦，明天老师说要去远足哎。哎，远足啊？对啊。好啊，爸爸帮你准备一点东西，明天去那边吃啊。哇，谢谢爸爸。哇，爸爸，明天远足要准备很多东西才行。是，那你要乖乖听老师话，不要自己乱跑哈。我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万一明天下雨就不能演远足去了。哦，哎，你打电话问啊。打电话就知道会不会下雨啊？对，你打电话。爸爸，你真的好聪明啊！看明天会不会下雨啊？哇，打电话就知道会不会下雨啊？哇哇！喂啊，请问一下哦，明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啊？请麻烦你啊。电话是这样打的吗？不是说打电话，要用问的。问，要问电话。问电话，知道吗？知道，问电话，我请问你哈，那个明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电话不是这样问的，要问气象，问166。啊，问气象台打166就知道会不会下雨。哇，爸爸你真的好聪明。是啊，要问啊。哇，166啊，对对对，打电话
六。请问一下哦，明天不知道会不会下雨，麻烦你哦，谢谢你告诉我一下。电话要拿起来，好，才问。啊，爸爸你真的太聪明了，要拿起电话再打才有用嘛。拿起电话打166。啊，请问一下哦，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麻烦你，谢谢你告诉。拿起电话拨166再问。拿起电话拨166再问啊，喂，喂喂喂，怎么没有声音？拿反了，拿反了，对不起啊，喂，那个，拿反了，喂，我跟你讲哦，拿反了，喂，拿反了，喂。没有声音了，电话断掉了，断掉了。哎呀，爸爸这样子，爸爸啊，爸爸你对我最好了，爸爸，你帮我打一下，问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雨？不会，不会下了。爸爸做什么？爸爸，爸爸，爸爸做生意。不，爸爸你一定要帮我，我明天远出对我来讲好重要的事情哦。爸爸，我跟你讲不会下雨嘛。你不用怕，没有下雨，爸爸会风湿痛啊，没有，不会风湿痛。不会，明天跟今天差很多哎。爸爸，你要打，帮我打166快。哎，你刚是这里是吧？哦，这一块蛮好的。然后你帮我打166。他下班了。谁下班了？爸爸，你要忠于剧本啊！好，你帮我打电话问166。电话呢，一定要这样，这边是讲，这边是听。啊，爸爸你好聪明。先按一按，哦，有了。有了。166。166。喂喂，哎，气象台吗？我还未通啊。我在想，明天，明天我要配他组。好，明天不会下雨啊。好，明天。爸爸，我去洗澡。爸爸，像话吗？像话吗？做儿子还可以打爸爸，做不良示范真是，真是。坏小孩，坏小孩，电话都不会打。哎，小朋友，你要吃什么？买什么东西吗？阿贝，哎，六，阿贝，你个人有经验吗？如果提到我的经验，是有一次我在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把我带到草丛，他说：“美丽，来吧。”我说：“不要。”他说：“来吧。”我说：“不要。”下雨啊！好，明天。爸爸，我去洗澡。爸爸，像话吗？像话吗？做儿子还可以打爸爸，做不良示范。坏小孩，坏小孩，电话都不会打。哎，小朋友，你要吃什么？买什么东西吗？阿贝，哎，你好，阿贝，阿你是杨弟弟有滴哦。杨弟弟去洗身躯啊！啊，你是万同，你是学校老师吗？万同学啊！哎呦，你那我机关介绍老同学。我大几岁啊？你留级几年啊？我大他一岁而已啊。哦哦哦，那杨弟弟在洗澡，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们明天要去远足啊。哦，远足啊，那你要好好照顾他了哈。会，我现在卖东西啊。对，我得开面摊啊。好像生意不好哦哈。我没讲，那生意不好，刚他对不对？哎呦，这个好像卖好久了。乱讲，这是黑豆干。黑豆干。哎，这老嫩哈。啊，要不开市哈？你破价啊，什么还没开市？生意歹啦，这吼卖食市啊，生意歹啦。哎，那你要不要带点东西呢？我带那个要，你就那个随便啦，随便那个卤菜500哈，花生豆干那个水饺面哈。好，500好，真的吗？哎呀，豆干，好，还有那个猪肉皮，好，都能哈。哎，再，嘿嘿，安娜，不啦，安娜，等下啦，安娜，我不来。我已经请我爸，你不来。不是啊，我想要明，哎，阿伯，明仔唔知会不会下雨吼？明天啊？嘿，打电话，打电话了。打电话，来坐下来打电话嘛。打电话他吗？对。
喂，不是这样打的，要用问的，要问气象台。哎，气象台吗？问一六六，一六六，一六六，明。电话要拿起来，打一六六再问。喂。你要按完之后把它拿起来再听，它会有声音，好不好？我要教你如何打电话。好，你打这边一点，不要不会痛啊，这边真的会痛。好，拿起来不一六六。喂。要拿起来听，麻烦。要拿起来这样听，阿贝拿板了，你跟我们在外头来爬，你跟杨弟弟讲，我在那个那边门口等他。好了，你先去了，明天远庄好好照顾杨弟弟哈。要不要开机哦？你看机啊？还没开机？没开机啦，什么礼拜啦？会了钱啦，了气候啦。哎，奇怪的。我这个面摊请了一个佣人，怎么到现在还没来？今天说要来上班，怎么到现在还没来？真是。哎，你要吃面吗？啊，那胡老板。哎，你怎么知道我叫胡老板？我就是你要请的那个佣人啊。哦，哎，那个，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做杨美丽。啊，叫我杨美丽。好的，好的，哎，奇怪的，哎，不记，喂喂，你这样很烦哎。可是我每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自然会在我这边工作不能我影响我工作情绪，知道吗？我尽量控制嘛。你年纪大，我用你算是做慈善的，不然去介绍所介绍一个年纪那么大的来，上班一定要努力。今天算。呼吸吗？当然可以呼吸啊！我刚刚憋好久哎，你不呼吸，尽量小声一点。好了，我跟你讲，今天上班算是个试用期啊，用不好还是叫你滚蛋的，听到没有？知道。要注意接电话，因为我们这边有外卖的。哎呀，除了打扫之外，桌椅要擦干净，有客人来好好招呼。万一有外卖电话要听清楚，知道吗？我都知道啊。好了，闭嘴！我听成我心里就很烦，对。你个人有经验吗？如果提到我的经验，是有一次我在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把我带到草丛，他说：“美丽，来吧。”我说：“不要。”他说：“来吧。”我说：“不要。”我是问你有没有做工的经验，你那个经验谁要听啊？那是我第一次接吻的经验，是最后一次。好了，做工的经验啊，哎呀，卖面的经验，我刚刚忘了跟你讲到一半。哦，哪一个面店没有我去工作，他生意会好的？你放心啊。真的吗？做倒好多人啊。你放心啊。我可不会那么笨，用你那么久，今天用不好马上叫你。你说有外卖啊？对，待会电话来接好。交给我就好了，你放心。啊，电话来了，接就快来啊！好。喂，这谁打来讲的那么高兴啊？打错电话。电话不要占线，我们这生意很好的，跟他多聊一下。不是多聊了，万一有人打电话订面怎么办呢？你以后这个打错就赶快挂掉，还是笑笑半天。电话赶快接一接，听清楚啊。喂啊，这是呱呱面店啊，是啊，有外卖有啊，要什么东西？啊，一盘水饺啊，两碗面啊，谢谢你，哇，老板有生意了，有人说要买一盘水饺，两碗面，哇，恭喜啊，好，哎，生意上，哎，那个是谁要的？是谁？小姐告诉我哎，除了订什么东西，要问清楚他贵姓，他姓什么？要问清楚，不然我送给谁啊？对不起，真是奇怪，要记得，又掉了。喂
啊，对对，挂挂面，你刚刚那位先生嘛，啊对对对，啊一碗面，然后啊一盘水饺，两碗面，啊陈先生是啊，啊陈先生啊，谢谢啊老板哇，说有错了，说是陈先生要一盘水饺，两碗面，好一碗一盘水饺，两碗面啊，送到哪里去？地址呢？地址，没告诉我哎。那你叫我送到哪里去呢？你地址要问清楚嘛，对不对？说的点的货要清楚，姓什么，地址在哪里要清楚嘛。你这样怎么上班呢？你不应该会告诉我啦。你要问人，电话来了，来来来，过去接啊。啊，对不起。喂，啊对对对，你这是刚刚那个陈先生啊，一盘水饺啊，两碗面啊，对不起啊，请问你住哪里？啊，蒙阿波，啊几号？啊，蒙阿波100号，啊，马上给你送去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老板啊啊，这个陈先生说要一碗面，啊两碗面，一盘水饺，说送到你家，送到我家，啊蒙阿波，蒙阿波在你家了。地址有没有问到？有啊，蒙阿波100号啊，蒙阿波100号。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那个送外卖了。啊，那我送过去没关系。来，你把这个拿那边去，我面煮好了就拿过去。啊！天，你卡手不卡紧嘞？不是啦，就踢下而已。没有啦，我想我是说你快一点嘛，我也很怕慢呐。好啦。一盘水饺，一盘水饺，好棒！两碗面，两碗面，好，赶快送过去了啊！好，彭阿波100号，没有问题。哎，哇！你这样是送到什么时候啊？这箱子给你这样摆的吗？你不是就要这样送过去了吗？这样打开放在里面啊？有这种机关的吗？我的妈呀，看看。哇，放到里面呢！老板你好聪明啊！这么聪明，这设计本来就这样才聪明，跟智商有关系吗？马上送进去！是是是，快！哇，难道是我啊？哇，设计的好有味道哦！哎，阿姆快点，坤龙！没有啦，我说你快一点吧，我要送过去啊！卡住了！我比他就叫你买，你怎么啊？你讲，我你比考给他买啊？你没有啦，来送过去。是是是是是。怎么样？你也可以这样买啊？你不叫送过去了吗？哇，那撩戏哎，没了哎。你这客人还能吃吗？你看，饺子面弄得乱七八糟的，像话吗？你看，对不起，哎呀。哇，弄得乱七八糟，人家老板一定要帮忙，把人家换新的给人家。哎呦，这样怎么能吃啊？我这做小本生意啊，你这样子搞我怎么办啊？把水饺剪一剪就好了。啊？哎，好了，就这样送过去，对吧？现在注意啊，不能翻过来啊。我知道啊。哎，这样才会赚钱。我们卡起来给你。老板，我帮你好了。快点，快快，送过去。这一方面你好像比较差一点啊。你好像很有经验啊！你又说我经验，那是我第一次在高中毕业旅行时。贾哥，送过去。是，拿好。你走快一点，要快啊！请到这种佣人像话吗？我店就不用做生意了，切，接电话也不问清楚。抢钱啊！不要抢啊！我钱给你啊！我钱全部给你啊！不要抢我！不要杀我！不要！阿贝，阿贝，你什么人？贺小美。好，哎，你给他吸氧，你戴安全帽，你给他吸，你安全帽怎么做的？我做的。我给你刮怕。哦好。哎，你们杨弟弟怎么洗澡到现在没出来呢？没有关系，我有想买东西吃。你不要骗我啦！上次说要买，我切了500块卤菜，你又不买。阿贝。这边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这边有担子面啊，还有这个牛肉面啊，还有干面、卤菜啊、豆干啊、辣啊，还有像这个猪耳朵啊，还有水饺啊、酸辣汤啊，你要什么？给我6个蛋挞。我们这边没有卖蛋挞，你在整笑？我卖蛋挞。哎，你得光跑。哎啊啊！我跟你讲，帮我接个电话，阿伯在无用，你给他接电话。
阿贝，啊，那个毛毛波100号说东西还没送到。有啦，杨伯伯送过去啦，他说快到了吧，叫他再等一下。应该快到了，马上到了啦。送半个小时，你跟他讲送半个小时。哎，对，派谁哦？好，好。哎，奇怪，他是一半个小时还没送到。哎，毛毛波说这是旁边而已啊。别娘了，回来回来回来，老板老板。哎呦。哇，送货送到了，钱有没有收回来？不是有没有收回来啊？你东西都还没有送过去啊？送那么久还没送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某号拨100号怎么走啊。来，掌声鼓励鼓励杨某某。弄个清楚。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都是充满了疑问。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事，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疑问。不过拿我们演艺圈来讲呢，传的八卦呢，绯闻相当多，到底谁是真谁是假，弄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弄个清楚。哎，今天我们先示范一下。好，比如我们杨凡先生当初为什么退出演艺圈？哦，当时是因为这个准备要结婚的关系。哦，因为结婚。那为什么这次又要复出呢？那是因为小孩生完的关系。哦，你这个就没有把问题说出来了，对不对？什么为了小孩呢？对，你要讲说，因为这个小孩的奶粉钱呢，需要你，哎呀妈，你给我买不掉，所以你要问就不太问，要问清楚，小孩是你的吗？我查查看啊，当然是我的，比较认真一点。那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我的一个部分，是。那如果以贺一航呢？大家最想了解的时候，您到底在债务欠最多的时候是欠多少钱？我都还掉了，都还掉了。对对对，这大家了解到他们的那个不清不楚都搞得很清楚了。哎，好，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位特别。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观众朋友还是很多要问题要问你啊。形象，虽然你形象好，而且又孝顺，哎，又是个爱家好老公，对不对？但是没有问题啊。不，观众想问的是说，您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哎，这样子问问题，人家问什么谁敢回答你？你不晓得现在很多歹徒在看节目吗？就是说，你要问他说，您做一个节目大概赚多少钱呢？哎，好，向大家坦白一些，我们自己不清不楚要对不对？弄个清楚，哎，弄个清楚。其实我做六个节目，大家都很清楚。一个节目呢，一集是3万块，所以我有六个节目，总共是18万，所以我年收入大概有200多万。大家很清楚了，不清不楚，就弄个清楚。对对对对，您是说您录《全人综艺通》也是录一集下来这样子？3万块，3万块扣税哦。您真的拿3万吗？对对对对，麻烦你站这一边好不好？为什么？拿3万的人站中间呐，你不早说，我随便都拿4万。我光是一个单元就8000呢。可是你才做三个单元。大家谈钱伤和气嘛，所以遇到这种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称为叫悬案，所以把悬案放在旁边，要弄清楚的，然后把咸蛋拿出来吃掉，是吧？好，今天要介绍这位来宾也不清不楚，大家弄个清楚。好的，我们先看剪影，请看。好，光看就不知道怎么，观众还是不是很清楚，当然不清楚了。那这个问题就要出现，要问要问。是是，请问你是人吗？啊，是我啊！当然是人啊，那声音怎么这样？是人啊！这样问问题，好问一下，好问一下。请问您是不是专唱闽南语歌，还是国语歌，还是西洋歌？闽南语歌。闽南语歌。闽南语歌。哦。您是不是属于天后呢？拍鞋逛啊！你有没有拍写真集？没有。没有。那您不能拍，还是不敢拍？不能拍。哎，为什么不能拍呢？哦，我们知道有问题。哦，身材很好。身材很好。是是，可是脸蛋很差。漂亮，不是。蛮漂亮，漂亮，身材好，不缺钱。哎，不缺钱，很漂亮。这个我一猜就知道他是谁的。哦，唐老鸭。还有这种声音的，现场观众们也不难猜出谁。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天后级的人物江蕙小姐。好，哎呦，记啊记啊，哎呦呦，大家好，
三位主持人好。亮亮，二姐你好，二姐你好。天后好久没见了啊。对啊，好久了哈。这个我想我们这次不清不楚要弄个清楚，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替观众朋友呢，当我们要介绍你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街头呢调查过，还有他们想问的问题，今天问的问题都不是我们三个人要问的，对，都是观众的问题，你歌迷的问题。不过很可怕哎，光听到这个名字不清不楚，问个清楚。啊，是是。哎，你别在澳北懵了。我们资料整理啊，大家对姜蕙的熟悉也不是一天两天。我理解是吗？不不，大家我们要做笔记啊。哎，对，大家好认真。这是南投的第一个观众朋友问。南投。哎，南投平运公司有没有蒙离公？这次出的新唱片叫什么名字？半嘴半清醒，这问题有简单不？对呀、啊，很简单嘛。对，不用怕，我们不会很尖锐的。真的哈、哦，是的、啊，是的、啊，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能不能在这个半嘴半清醒当中，能不能唱几句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听听？有那么好？多简单，你看。哎呦，你这个节目不错哎，还可以打歌，还可以唱歌。是是是。那我从副歌唱好了。啊，心底半嘴半清醒，自己做明了。假号跑不赢，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观众啊，一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街头的很多朋友，很想问姜蕙的一些问题，先来看一下，会不会很可怕？来，请看。姜蕙，你出道十几年了，看到你的报纸的相片，这么年轻，你到底是几岁了？我想知道姜蕙到底是几岁。如果跟胡瓜差不多大的话，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保养的。姜蕙，请问你看到哪一种男人会尖叫、会脸红、心跳？哎，这是观众问的问题啊，可不是我们什么南投北投的了啊。这观众们，你真的是实际年龄多少？而且您这次好像拍的这个新专辑，穿牛仔裤很年轻哎。其实。平常的姜蕙就是穿牛仔裤啊，没有没有没有，有差别的，我们有弄到以前你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啊，那比较起来差很多了，越来越年轻哎，我们先让观众看一看这个照片的对比好了，来，请看，这卡在了，看我爽不？阿尼阿伟，现在的，哎呦，是不是现在比较年轻？嗯，再看一张，啊，哎呦，你挂挂挂挂，这时候呢，很多那个理发师，哎呦，哪一张比较好看？当然是现在嘛，那也叫水了，撸来撸笑脸的那种。可现在，可见的现在科技真的进步了，相片可以修很。什么修？那是真的，什么修？你还以为电脑合成？心情越来越好，就越来越年轻。所以观众就很好奇，问你到底今年几岁？这个问不算你这是过分嘛？这样子问的话很难回答，因为年龄是女人秘密嘛。我这样好了，我用三种这个答案，你自己挑一个好了。您是一个坐商望事啊。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您是一个这个国中第一届的啊。第三个呢，您是这个狼舞之年，你挑一个。好了，什么老虎之年？其实我们你们三个，你们三位都是我的大哥啊，所以而且年纪都差蛮差蛮多的。像我，你多我四岁，胡瓜就多我五岁，你大概多我六七岁。我多你五岁，我比他小一岁，我多你五岁。是吗？我比他小一岁耶。啊，那个羊蛮属狗的，我属猪。你是比他矮，不是比他小。你是真的比我小一岁，可是看不出来。那我记错了啦，调过来。你比我，所以你们都是我大哥啊，那你们自己换算。像观众还是搞不清楚，那看我们单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坦白我的年纪就知道他年纪。我比他大四岁，我今年55岁。啊，他是妈妈，那我快60了。我敢玩呐，国仔一了嘛，对不对？悬案，悬案。三以上了，三以上。对对对对对，被通缉啊！还有一个，刚有一些那个街头的朋友问说，姜蕙最看到什么样的男人会让你这种心跳？哎，我们三个让你选择好了。一个呢是猛男型，席威斯·史特龙；二幼齿型，里奥纳多；第三智慧型，理查·基尔。这三个男人你会比较喜欢？猛男型、幼齿型、智慧型。智慧型。智慧型。哎呦，理查·基尔。对，尤其我真的好喜欢他。智慧型，也就是大家知道，姜蕙是喜欢这种人，有点白头发，看得清清纯纯、干干净净的。对，智慧型的男人，所以没有智慧的男人，千万不要追我们姜蕙。你要没有智慧，最起码要有痔疮。哎啊，那我就那请问一下，你的理财观是怎么理财的？理财啊。没有，其实我有投资其他的一些事业。有没有说过借人家或怎么样赚利息的那种？没有，借人家太危险了。我自己辛辛苦苦的赚钱，还要借人家，所以你要来谁要跟我借钱免谈呐、啊？因为我看借给谁而已。左右左辅右臂这样子哎。我假穷宝耶，不你不能这样讲胡瓜，胡瓜怎么跟你借呢？你不是功力一样的，你在功力啦。
改变，这是来这什么人上看上看不起，大家拢知，这个不用不清不楚。拍摄哦，拍摄哦，我加车加清楚哦，加清楚。都归途了，归途都好难啊。不会啊，其实他还好。来，我们先把资料先收起啊。哦。来，该问的这个江蕙的问题呢，到这里呢告一段落。对，我刚刚这样回答应该 OK 吧？那其实每一次我们都希望特别来宾呢，除了他自己的一些资料，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以外，还有很多特别来宾的问题。或是新人时下有什么问题，我们来拿出来讨论一下，一起热门的话题，就是您共同参与讨论这个流行的话题。今天我们探讨流行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请看电视墙，请看。华安公开承认他有服用威尔刚，那效果不是很满意。那我想知道说，圈内其他一些已婚男士，那像小董啊、顺子啊、胡瓜啊，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使用过？请问男士小药丸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甜的呢，还是苦的呢？哎呦，观众朋友想知道，这个跟你切身没关系，但是就是你今天来共同探讨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蓝色小药丸。对，先要搞清楚黄安吃威尔刚是谁送的呢？哎呀，好像是杨先生吧。杨先生，杨婶，那讲真的，这个不清楚我就把它弄清楚。对对对，因为黄安有一次生日，就今年的生日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能够我送他几颗威尔刚，我买来了以后我就送给他，我根本连看都不看。哦，听说你还喂鱼吃是吧？没有，那鱼突然当场就变铁钉了，像潜水艇一样。我们这样，我们先问一下江蕙，江蕙对这个蓝色，问我蓝色这个小精灵，您了解他是干嘛的吗？我当然知道啦，我知道他是，其实他是治疗，以前是说治疗心脏的啦。对的，在美国心肌梗塞的。对对，因为住在美国，以前我听说过。不过我建议大家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不要吃太多，不要太过分了，因为他本身在美国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情，有心有死了不少人了。对对，他有分25、50、100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吃的话，一开始就是先吃25，对不对？然后啊，小姐，你不是很清楚，还可以知道威尔刚还有分25、50跟100的啊？哎，你们知识啊，这电视常常在讲。那您都是服用？没有了，人家跟讲真的啦。我听江淑娜说过，江蕙有一次啊，因为心脏不好，吃半颗，结果头发全部站起来。你天乱讲。不，刚刚观众朋友问的，我们要交代清楚。他问到主持人压力大，很多主持人到底有没有吃那像顺子啊、曾国成、小董他们，我们也来听听看。好，好，来请看。我是在做节目的时候哈，是有听到黄安说他有用过。那其实还有一个人就是我嘛，我自己有用过，但是没有人问我。我觉得圈内的朋友说真话的太少了，每个都说熊花鸡块的形态那都爱用，像张飞也是吹牛啊。都说不吃不吃，我看他们都在吃啦，不要骗了啦。一个某位制作人啊，很不容易的取得了两颗，非常仔细小心的把它包覆在数层卫生纸里面，跟那包袱一样，进京赶考的包袱，你看，然后放在大衣的内侧。然后呢，那天晚上刚好听说啊，跟飞哥约了要碰面，聊一些节目的事情。然后呢，在当中。休息谈笑当中呢，就开始跟飞哥献宝。飞哥，威尔刚，很仔细的一层一层的把它掰开。飞哥，这就是蓝色小药丸。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手伸进来，取了那两颗，仅有的那两颗。就在这一刹那了，被飞哥给吃到肚子里去。只是说这个，我也试过了。我的叹气并不是因为我需要，而是说好奇啊，好奇心使然，吃了一颗。其实也不，我还吃100单位的，没什么感觉。我再次强调，我不是真的需要它，但需要它也不要找我，因为我没有。OK。将来了，将来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有需要要吃威尔刚的一天的话，那当然了，也不排斥嘛。这个你的健康是他的幸福嘛，对不对？演艺圈就可能瓜哥比较需要这个吧，其他对吧？瓜哥啊，节目谁主持啊？瓜哥，哎呦，他没有，他很强啊，他哪有不用，是不是？接下来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事情，爱不好你怎样？不
不清不楚，请大家一起来弄个清楚。演艺圈呢、啊，毕竟呢，大家刚刚看了播出呢，到底大家信多少，大家心中自有分数。他们讲的这些，我觉得真的太笼统。其实我承认，啊、我承认一下好了，是是好不好？这个魏刚到底有多厉害呢？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爆胎了，一早糟糕，没有千斤顶，怎么办？啊、怎么办呢？赶快一颗下去，嗨、哎，然后就叫两个哎帮忙一把轮胎卸掉，嘿呀。你是吃完了以后，好好，对，还有两部车说，哎，麻烦笑脸，我肩膀就两个爆胎，好啊好啊，我来给，操的，这个可以到此为止。哦，可以，已经30分了，哦，这样子啊，有姜蕙听到你的头发都竖起来的感觉。是是是，那今天来这边都没有唱到歌一下，可惜啊，可惜可惜。姜蕙的歌这么棒哎，我们三个人呢一直没有机会跟姜蕙合唱，对，而且呢，您就照顾过杨凡，也没有照顾过贺一航跟我们。还有你不晓得被照顾的感觉。还有，那这样好了，你杨凡，你先来唱，你们有合唱过吗？有。你一边唱，我们想看唱什么歌，再跟他合唱，好不好？这样。好，我先来唱。是是是。那就跟姜蕙合唱的那一首，我在唱片。101首。哎，那国语歌曲，绝版的国语歌曲。对对对。绝版。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年为什么这首歌会那么凄惨，会这么烂啊？一种感觉。好。音乐，一种感觉。杨凡，姜蕙。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温柔，有的时候我又感觉你对我是不慈悲，我无法琢磨为了什么，请告诉我。虽然你对我是真的不错，可是我还无法接受为何不先做个普通的好朋友，说声抱歉，你的关怀我留在心中。我感觉我好寂寞，请你不要对我沉默，我只能对你摇摇头，我的拒绝不会伤。现在让观众终于弄清楚了为什么这张唱片卖得最惨，但是你们这样唱歌啊，貌合神离啊，真的是不好。来，你慢慢退后一下，退后一下。很好啊，姜蕙应该感谢人家，他造就了你，因为这张唱片，这歌词谁写的？歌词是我写的，可以看到水准一般呐、啊。我觉得呢，姜蕙还是比较适合唱闽南语歌。八股八股，下面给我唱完好好看一下。我想红龙红是我的偶像。关你什么事啊？他们有一首合唱的歌，困难度指数是99%了。哦，有一首歌。优秀的波丹，你知道吗？优秀波丹真的是很难唱啊！你有把握吗？拍球嘛，对不对？很难唱，才知道功力啊。真的吗？对不对？来，唱看嘛，再优秀的波丹。我有点怀疑。我想比他。我在梦中有看见白色牡丹含带泪，但是花开不对时，是来自心花旁边。
歌声，真的唱得不错。只是我后面那一句故意不唱，因为后面那一句是合音。他竟然可以把合音唱出来。二位的演唱呢？是貌合神游离，那不是一样的吗？不是，畅游到我们去那唱歌是这样。红龙红唱这个歌呢，跟你完全不能比。哦，谢谢周霞。红龙和呸，胡瓜呸呸呸，我会啥声？你的歌呢也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缺点。高音不太准。低音不太够，中音的不太稳，其他都很好。这唱比别人较少个批评啦，我的情况嘛。哎，喂，过来这边坐啦。哎，好，我懂，我了解。不是，因为我唱啦，你唱。不好意思，你的意思没有好的陪你呢，我是我的不对。最近呢，我也出过唱片。是。你记得叫做《妈妈，请你唔当听》，你唔知？妈妈，请你唔当。我没听过、啊，谁唱的？反正是你在美国，我本来寄到美国跟你去。是你唱的啊？是我是我是。傲昂哦。真的吗？你上面每一张都卖了几张呢？不一定。你卖百万张，他退货就百万张。我跟你合唱一下。好。让你知道一下，大片嘛是真厉害。真的好。好，你要唱什么歌？随便你点呢。我想你我相逢。Of course。你我相逢啊！掌声鼓励鼓励。这一段已经唱完了。唱完了。你我相逢，你敢没要？我还要带四人女乐队来，我的 band 来。你的 band。心亲像梦，何必痴心问一人？温柔的心，无情的人，一切拢是做梦。一生本是痴情一场梦，偏偏为你来留恋。下面两曲要后拜啊，我们不要随便批评人家。对对，刚刚这一段其实讲真的，一个旋律一定要有高有低的。对对对对，高潮、低潮、高潮、低潮。我们让观众来评审，观众手上都有按钮嘛，对不对？对，认为主角这样比较。杨凡跟江蕙唱的好的，请按钮。满分一百分呐，哈，62，那咋离婚？没办法，有及格，过半数了，有及格，不错，不错，哎，对呀，好，丢啊丢啊丢，来，认为是这个胡瓜跟江蕙啊，这个看谁的分数比较高，来，请按钮，啊，一下就超过我了，那咋西呀？我啊，这个，那咋西？你咋离吗？你咋离吗？我是62，哎，对呀，那么差吗？认为贺一航唱得好的，请按钮。中风啊你！有没有中意啊？中意啊！你现在有机会下一张唱片跟江蕙合唱。
我一定会好好提拔他一下。好，那你们讲一下感言。三十秒感言，真的我很感谢我们忠实的江总经理啊，还有邝副总，还有我们的王军先生。哎，该有什么管黑啦？我管黑啊。你是这一张唱片准备跟江蕙合唱？这次我得好好的把这唱片灌好。是是，那江蕙要不要这个讲下一张要跟何以航合唱的这个感想？我的结论只有一个。哦，是什么？恭喜！我觉得还是说我还是独唱好了。还是江蕙要独唱一下，不然人家上我们节目都没有。对，没有打到歌怎么行？对嘛，就是唱那。这样，我们来帮你挑一首歌，我们不会欺负你的，我们让他唱一首单歌。三位优秀的评审，哇！你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简厂先生，李明小姐，大家好，林阳哥先生，大家好。接下来我们马上介绍第一位的参赛者，我就介绍第一位是洪晨宏。不得了，今天这个穿着一看就知道模仿施文斌哈。你看他鼻子，看到没有？哎呦，嘿呀，这个刘德华的鼻子吗？这个有点像那个鹰钩，也有点像蒜头，你看到吗？你是模仿刘德华？哎，他侧面真的长得很像刘德华，哎，我这个角度看刚好好像刘德华，有点像哦。首先，我们来听一段刘德华的原版唱腔。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一杯酒两角银，三不五时嘛来斗阵，打袂讲大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
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时间无情的摆布，我不怕愁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神情样子很像，刚刚出来还不觉得像，一唱起歌来，整个呢原型就现出来了。小伙子有前途，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觉得这太难了，因为要学刘德华哦，真的不容易。是。他除了长得像之外，因为刘德华那个歌哦，就是唱的刚刚很好到不好的中间那里很难。你刚刚不是这样想的，不是说想唱好，可是有的。我刚刚怎样讲？我刚刚怎样讲？你明明说学刘德华占的优势，因为刘德华的歌本来唱的不太好嘛，所以很容易学。不，他说的。不是刘德华是因为歌都写得很好，给他唱的歌写的都不错。他唱歌刚最神情最强是整个嘴巴这样。他连就是他的咬字有注意到，好像啊，尤其他整个侧面，而且身高。而且我们刚刚在看那个电视画面呢，猛一看还会吓一跳，哎呦，感觉就是真的刘德华在。等于算是没有长齐的刘德华了啊，但相当不错，真的是不错哇！那个歌又唱得像，那除了刘德华的歌，你已经占尽便宜了，那别人歌你会唱吗？郑中基的，连讲话都很像。郑中基，郑中基，郑中基的歌，别爱我，别爱我。哦，这歌也难唱哎，来听听看郑中基的《别爱我》。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郑中基原版的《别爱我》。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转变这种两种很极端的转变，可是呢，画面一看到他，还是感觉像是刘德华在唱郑中基的歌。如果会张学友更不容易。张学友吗？想和你去吹吹风啊。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抓到40%左右了。
但是也不简单了，就刚刚我们是临时出的题目嘛，所以他基本上最像的还是刘德华。他这首歌，他绝对他现在有在学这个，他也在学，他有在学这方面，可是不是很成熟，对不对？所以不敢，不太敢拿出来。我一看就知道有。那要不要来个胡瓜的歌？啊，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来，千万不可，千万。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太为难他了吧？胡瓜的歌，那个歌，哎，我跟你讲，大雨大雨一直下就好了，真的。在卡拉 OK 唱歌有没有点过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哎，坦白讲哦，你要坦白讲哦，说实话哦。坦白讲，这首歌点播率好像不是很高。我跟你讲，他这个。那个妈妈家里唔常听，你唔在养亲。哦，那个那首歌没听过，我台语很差，但是那首点播率蛮高的。很起劲嘛，他在点播率相关系依然在我心深处。怎么呢？来，谢谢我们童晨红。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是我们刘姓名。瓜哥好，你好你好，韩哥好，你是模仿唐志荣啊？啊不是，啊不是，一出场这个手势就知道，那是模仿郭金发嘛啊？也不是吗？是唱台语啊？倪斌对吧？哦，张帝，不是不是，是叶启田吗？对是是是，还有你一眼是是你一眼就看出来叶启田了，好厉害好厉害！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叶启田的原音重现。爱你就是每日给你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爱你就是每日给你穿甲水水。歌声各方面动作大概我来看就七八分像了，还可以更细腻。对你这个有七八分像，但满分是200分呢、啊。哎哈，什么什么？那个剪场你您看完觉得？对对对，我刚刚也是看有这种感觉，他就是笑，比如你他的笑，他有模仿出来，可是没有把他真正的那种笑容精髓笑出来，好像到过门不入的感觉。唱到老。叶启田在笑是真的很开心的、啊，是啊是啊，他那个唱出来的歌都有那个笑的声音呢、啊，那种感觉。刚刚那个动作。他那个这样子摇头摆尾那动作，你要做到足，嗯，你没有把那个感觉做到足。所以刚刚你出场，你可能因为上节目不太，现在应该可以暖身暖身。你再做一次刚刚你出场，哎，感觉，把那个 pose 再。欢迎介绍我们波多广杨天林，五行。可是这个蛮像《欢乐一百点》那个飞哥出场。那还会唱谁的歌？罗时丰，罗时丰的歌你也会啊？哦，哎呦，那就是什么歌？什么安强？什么安强？你会唱吗？这种歌很难表现像罗时丰，所以你跳歌要注意，需要两位大哥的陪衬才会更加显示出他。我没有帮你伴舞还是怎么样？不是和声，他的什么安强？你不会讲歌腔话的，我可以教你啊。不是，我来叫一声小姐。周马改，耶！我专门都跟周马改啊。欸，我那大白干做白干尔。你到底爱的是多一个？你死啦！真有勇气呀！我是讲做白干嘛，一起创啦。挨唔住啊！挨唔住，挨唔住，要做挨唔住。挨唔住，我们要配合啊！人家来宾来上我们节目，不管怎么样，对，再怎么身份都要跟他们配合嘛，对不对？好，谢莫按奖来，谢谢。
瓜哥还有他的味道在，你像抖音抖的是很有特色的，哇，那个是个多少年前的唱腔了，那个 Barbarish 那个，哇，那个那个，有波浪声音，会不会唱一些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像刘文正啊，你还会唱刘文正，试试看，那有没有围巾啊什么？有，我准备道具一下，你看，哎呦，乖乖，人家就这样，给戏唱家这样，谢谢，奇怪。模仿两个人必须要有围巾跟帽子，就是这两个人差异很大，一个叫做刘文正，一个叫林峰。可是怎么看怎么像林峰，好像林峰。那你就唱林峰，哎，如果唱林峰这个型就有加分了哈。唱刘文正这个型，哎，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林峰在唱刘文正的歌。好好好，那唱点诺言，哎，诺言。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刘文正的原音重现。我曾为他许下诺言，不知怎么能实现。宝岛歌王一起填全是刘文正的歌，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曾为他许下诺言，不知怎么能实现。想起他小小的心灵，希望是有这么一点点。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诺言，心愿，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谢谢。对，不错。我刚刚呢就特别在注意他哦，他这个帽子一丢，我就要看他屁股转不转。哎，他真的在最后那四拍的时候屁股就扭起来，哎，就对了。可是扭的好像那马力不是很够，像电池漏电的一样。害羞了。嗯。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要回来。诺言，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我们应该什么时候有什么六亲七亲的烦恼？你这个火力花店，你多好，你看火，我哪有先火力花店？还会唱谁的歌呢？还会唱谁的？小亮哥哥会。不要勉强。小亮哥，我会模仿他。哎，小亮哥说一下啊。你还会模仿小亮哥？我走路，走路。来来试。拜托，搞好子。那个小亮还不是这样，不是小亮脚不会弯的。你学小亮其实有一个诀窍，你要注意看那个腊肠狗怎么走就很像。谢谢。好，接下来要介绍我们，哎呦，三号是位外国人呢，一起来欢迎上理查 Richard。Hello， 上查理理查，你好，你好，你从哪里来？听不懂。Where you come from？ 加拿大。
Canada. Oh, Canada. You come to Taiwan? Sean, what do you do here right now? I travel everywhere. Travel. Oh, he's now on a trip, so he's now in Taiwan. So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 Oh, then you ask him if he's missing a piece, and then prepare. So you need money for travel? That's why you came here, right? That's right. Hey, yeah. 对，他是需要钱，因为看影集啦，哈，他今晚来家卖一下艺，然后收了钱就要走。Okay, my boss, my 那个 money.My boss is a rich man, so you need money. I want to meet your boss. You want to meet my boss? My boss is me. Yeah. 你有没有中文名字 ？Chinese name? Chinese name? Charlie Cha. Cha. Charlie Cha. 不喜欢 Charlie Cha. 不喜欢 Charlie Cha. 嗯。那你喜欢什么 ？You like what? I want to change my name.Oh, change what's your name? I don't know. You help me change my name. 可以帮他取一个名字吗？瓜哥帮他取一个名字哦。纪明，纪明，纪灵，纪明，纪斌，纪斌啊。纪明，不赢明，纪不赢言。Yeah, yeah, good. 纪明，纪明，春娇，春娇，碧娇，碧娇，丁辉，丁辉 ，Inq, Inq, 蒙奇，蒙奇。蒙奇，这叫荷兰，荷兰，你是荷兰啊的尊义，荷兰，荷兰，荷兰，贾波，贾波，哎 ，which one you want？ 荷兰，荷兰 ，you like 荷兰，荷兰，瓜哥，他姓尚对不对？所以他叫荷兰，熊荷兰呐，熊荷兰。Repeat, Xiong Ho Lan. Xiong Ho Lan. Xiong Ho Lan. Introduce yourself. My name is Xiong Ho Lan. 你好，我是Xiong Ho Lan. Ho Lan. Okay, your name, good. Okay, 这个中文名字也帮他取的。Today you want to show your song?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对你的不言不尽在。哎，这个歌很难得啊，他是把这个音标配起来，好好背一首歌的。好，我们就来带来熊侯兰带来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却不了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三点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对面的开镜没能走开，说演的你我一天爱。嗨嗨，我左看右看，傻看傻看，原来每个女孩的不简单。我伤了又伤，我再累又再，女孩们的心巨大千奇怪。
沙莉，围卡吧。谢谢，哎呀，哎呦，小湖南秋凉北麦呢 ？Best good， 谢谢。You dance, it's beautiful. You think so? Yeah.、Oh. You like Chinese Taiwan girl? Taiwan girl, 漂亮 Really? Do you have girlfriend? Do you like? I like. This. I like it too. Ah, 谢谢你 But he's married. 你要 No, not tonight, not tonight. 立马破坏了那行。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哦，哎呦。我不要跟你吃饭，你要不要晚上一起出去 ？Yeah, tonight want together. Want to go out tonight? Have fun. Yeah. Okay, it's good. Yeah, 不然真的是好朋友，因为李明在台湾就喜欢交朋友。对对对。既然是外国人到台湾，而且他是在旅行的学生，所以我要代替大家招待一下他。对对对，做点国民外交嘛，对的对的。对对对，替我们台湾做点这个公关嘛，对对对。而且李明的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是是，也不像他在台湾受到困扰嘛哈，而且各方面如果万一受到伤害不好，李明会好好照顾他的啊。最重要是呢，熊厚兰不简单，他歌能唱得这样好。我觉得刚真的太难了，因为第一个他要先要记这个舞步，而且他才到台湾来没多久，他记他的舞步，而且还要记他的歌。是是。那个歌全部用那种拼音，罗马拼音拼的。用英文好好赞美他一下。You were pretty good just now.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this song? Three days. 他学了三天啊。三更都 OK 了，这得关你啊。欧巴桑唱几礼拜，不一定要唱啊，对不对？几礼拜要唱，就你我嘛要培养。这得够搞唱，而且表演神情各方面都很投入。而且他很自然，他也不怕哦。Thank you， 熊厚兰，谢谢你。哇，这个英文名字不取这种名字真奇怪了哈。接下来介绍四号是许佩云。哎呦。许佩云今年几岁？17。17岁啊！哎呦，今天是要模仿谁呢？安室奈美惠。哦，那没有。许佩云今年几岁？17。17岁啊！哎呦，今天是要模仿谁呢？安室奈美惠。哦，那没有。蛮像的啊，是，哎，对对，样子就很像的。嗯，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哎，什么人？我说您住哪里？住哪里？基本上很难沟通。这个明显的代沟，我是觉得住桃园是吧？对。所以喝一行人家就把他当做叔叔伯伯那种感觉。哎，我们讲话是很硬的。啊，哎，很棒啊，哈，很棒。您有原住民血统吗？有。您是哪一族？泰雅。太阳就跟他同一组不满足，太阳跟卢凯是比较接近，是是，我是存款不足。来 ，Body Feel 来，好，来。
方面呢，长发飘逸这个样子，神情倒是很像。他们的舞蹈还有一些动作，是是。李明刚刚看得很专情啊，有什么话要？专情，很专心了。因为那个安室奈美惠的表演，其实呢，现在年轻朋友都很熟悉嘛，对不对？那他刚刚除了他的外形其实已经蛮像之外，对不对？然后他的那个神韵，配上他的舞蹈动作，其实他很抓到那个安室奈美惠的那个感觉，跳得不错。谢谢我们许佩瑜，接下来介绍第五位参赛者吕秀芳。大家好。吕小姐一看就这个是非池中之物啊，歌一定唱得很好。是模仿张清芳喽啊。绝对不是张秀清，对不对？很奇怪，我觉得他那个头发这样一吹哦，我们就大概知道应该是模仿台语歌后，对不对？白冰冰，白冰冰，他们不要这个。对吧？亮哥，你个看，你那这款发型，现在有可能模仿真心没有？南台湾小姑娘，孙淑媚，南台湾小姑娘，你听模仿谁呢？江蕙。你不讲，我们真的猜不出来。来，那你今天模仿江蕙什么歌呢？钢琴钢琴逼，钢琴放一边，笑一笑，我也刚钢琴逼，或者调钢琴放一边，那吉他摆两旁，钢琴就对了。你今年几岁啊？16。十六岁啊？16岁。阿娘，阿弥陀佛，哇，真正看过来真操劳。钢琴放一边哈，好，来，谢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看江蕙感情放一边，之外的心声原音重现。念一款世间行，他感情放一边，动情无动情，嘛是自己的前提。会藏在目睭内的悲哀，真正真，想要讲三句，他手软。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留下的歌真的是唱得相当好呢，不过是声音好像不够柔啊。不是，我稍微建议你，由你唱歌，因为你的力气大脑康哎，你们麦克让人家哼几首。我不是有没有，我吼我这个。不是，对，像江蕙唱歌，他会调静啊，我不去我，他会调整哦。你是从头到尾就一个固定的位置，你好像是卖药那种。那些进牛团来注意哈，啊，这里有人抢，太近。是是是。你会不会模仿江蕙的神韵呢？那个溃靠要再多一点。是啊，他不够柔。江蕙唱歌哪那么硬？靠现在不高了。你是有点江蕙跟蔡依红的结合了，是吗？什么蔡依红？太残忍了吧！你对，他声音真的啊，他没有把江蕙那个柔唱出来。对了，江蕙唱歌是就好丢哎，你知道吗？现在有点耐亏了。靠现在，靠现在，靠现在都不高。是你们家己了。好啊 ，Hello。他是那些这个 Hello， 不是他唱。想我最细。麦哥，你去死啦！出国请假没？要死要活呢？你去就就准备该斩了他。林丹的更帅。对，你这不够柔的，你是上来参加歌唱比赛。不是，那16岁 IQ 当然比较差一点，对不对？长相太成熟，那只有16岁啊。其实16岁能够唱这样子也算。这也不能怪他。不是，我们老是看画面，觉得好像25、26岁，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模仿的更像一些。是是是，但是不容易老啊，他不容易老。不太老爹的蛋啊，对不对啊？新妖嘛，像化妆了，人家把它化的比较像江蕙的，就对呀、啊。你像你看赵传到现在看起来跟50、60岁有什么？但50、60岁还是这个样子，不容易老。你像彭佳佳对不对？以前20岁就这样的、啊，现在也看不出老、啊。对对对对，对，不像我们这种小白脸的哈，会像何以涵就不一样。我们请所有参赛者，请到前面。是我们谢佩云模仿安室奈美惠，请出列。
请三位评审给分，插在上面就可以了，请检查。88，发发发。那检查是几分？80分的原因呢是，我觉得他有很用心啊，然后呢他是充满了自信，但是呢，模仿呢是其实应该要夸张一点，你应该把他的特色啊，应该更勇于把它表现出来。如果你稍微一收啊，就显得你的表演不足，是，好不好？来，谢谢佩云。第二位，刘信明，来请，90，85。对，应该是9分，刚刚是8分，9点没关系，你就差9分，8.5，8.5，对，来9分的意思是简场，我觉得他不错，尤其后面那个刘文正啊，那两个像他那么悬殊都可以把他模仿出来，还有罗时峰，对不对？哎，对，三个人啊，这三个都不同的型，你都能够把他掌握到他们的精髓，算不错的了。好吧，好，还不，当然还不到给100分的时候了。是是，李明呢？其实我也是觉得他在模仿那个叶启田的时候可以再放一点。嗯。然后呢，他的歌声不错，可是呢都没有唱到足，动作也没做到够。那可是呢，他刚刚那个刘文正那个模仿的很棒，因为那个落差很大，而且他把那个时期的那种人唱讲的那种国语嘛，原那种都咬得不错。就是没有说一般像学刘文正学的夸张，把他的这个咬字咬错了。他其实他模仿叶启田的气质很像叶启田。他模仿刘文正的时候，他的气质有出现，动作气质都有出现，有感受得到。对对对。第三位是我们上虎男啊，来，请给分。这个李迷的分数有点高，李迷，请先翻好了，9.5啊，哎呦，8.5减场，来亮锅，9分啊，哎呦，这不是可以高，亮锅应该可以。你看吧，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外国人吧？来这套。其实一个外国朋友对中文完全不是很懂的情况，他咬字。那真是很棒，才学3天而已。嗯，你那个舞蹈动作，你仔细看，跟刚刚两个舞蹈配合的非常好。嗯，太棒了。好，我们就不要让李明说，让他好戏好戏好戏。来，请说。好了，说了。好啦，本来呢，其实他的这个模仿呢，应该是你就直说了，不要再讲什么他模仿。我直说是，哎，好，我的电话号码是什么东西啊？来，请说。没有，其实我刚刚呢，照理说他应该是9分，就他的，我觉得也是因为一个外国人呢，要学我们的歌，然后跟动作还要记住那个歌词，其实很难。那再加5分，那当然因为他是外国人呢，我总是要再多照顾一下嘛。是是是，嗯 ，Thank you， 上虎男，第四位是吕秀芳，来。好，全场是给8分，八分，嗯，7.5啊，亮哥给7.5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个人表演，模仿的色彩非常的淡，所以我是比较苛刻一点，但是给你鼓励，再加油，好吧？但是如果评歌的话，你大概就9分以上了。对，如果是评歌艺的话，如果今天我们的比赛是评歌艺的话，其实你是唱的冠军了，冠军了，啊，谢谢，洪承宏。哎，刚刚模仿了刘德华，以正中期。来，简场给的分数是，请9.5，李明9分，9.6。李明为什么这么苛刻呢？哎，你怎么这样？李明他有外国血统哦。真的吗？来，请说。没有啦，其实他的这个表演，因为他在长相上面已经占了很大的这个便宜了。哎，便宜了，对不对？这个已经长对了嘛。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画面上怎么看都怎么像。然后他学那个唱腔真的学得很好。其实如果说就这种模仿来讲，你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可是没办法，我一定要给外国人第一，所以这样才能对得起他老公啊。对，OK。但是你还是很棒啊。是坚强。他这个已经是明星脸了。我觉得他今天上节目不但是在模仿啊。还参加，让我们看一看明星脸啊！哎呦，长得真的又像。哎呦，你这样讲的不对，我们从来不抄袭人家代言。对啊，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哎，今天怎么刘德华还可以模仿这个张学友啊，对不对？郑中基啊，大开眼界。你是不是跑错台了？来，总冠军是我们今天的彭程红。我爱你，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
错了，因为其他人都很优秀嘛，哈。是是。我们谢谢三位评审，我们还有更精彩单元的 One Two Three Four。